尼希米记第六章。参巴拉、多比亚、亚拉伯人基善和我们其余的仇敌听见我已经修完了城墙，其中没有破裂之处，那时我还没有按门扇，参巴拉和基善就打发人来见我。请你来，我们在阿挪平原的一个村庄相会。他们却想害我，于是我差遣人去见他们，说：我现在办理大功，不能下去，焉能停工下去见你们呢？他们这样四次打发人来见我，我都如此回答他们。参巴拉第五次打发仆人来见我，手里拿着未封的信，信上写着说：外邦人中有风声，加士木也说你和犹大人谋反，修造城墙，你要做他们的王。你又派先知在耶路撒冷指着你宣讲，说在犹大有王。现在这话必传与王之，所以请你来与我们彼此商议。我就差遣人去见他，说：你所说的这事一概没有，是你心里捏造的。他们都要使我们惧怕，意思说他们的手臂软弱，以致工作不能成就。神啊，求你坚固我的手。我到了米西大别的孙子地莱雅的儿子示玛雅家里，那时他闭门不出。我们不如在神的殿里会面，将殿门关锁，因为他们要来杀你，就是夜里来杀你。我说：像我这样的人岂要逃跑呢？像我这样的人岂能进入殿里保全生命呢？我不进去。我看明神没有差遣他，是他自己说这话攻击我，是多比亚和参巴拉会买了他。会买他的缘故是要叫我惧怕，依从他犯罪，他们好传扬恶言毁谤我。我的神啊，多比亚、参巴拉、女先知挪亚底和其余的先知要叫我惧怕，求你纪念他们所行的这些事。一路月二十五日，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我们一切仇敌四围的外邦人听见了，便惧怕，愁眉不展，因为见这工作完成是出乎我们的神。在那些日子，犹大的贵胄屡次寄信与多比亚，多比亚也来信与他们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，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，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。他们常在我面前说多比亚的善行，也将我的话传与他。多比亚又常寄信来，要叫我惧怕。